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因为犹达斯掌管钱袋，有些人以为耶稣叫他去买过节用的东西，或是拿些东西给穷人。犹达斯接过那块饼，便立刻出去。那时正是黑夜。犹达斯出去后，耶稣说，现在人子已受到光荣，在人子身上天主也受到了光荣。既然天主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，天主也要光荣人子，而且很快就要光荣他。我的孩子们，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，你们将要寻找我，但我曾对犹太人说过的，现在也对你们说，我去的地方，你们不能去。西门伯多禄对他说，主，你要去哪里？耶稣回答，我要去的地方，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但是以后你会跟我去。伯多禄说，主啊，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呢？我已准备为你舍命。耶稣却说，你要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鸡叫之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